咩一齊可以一齊生一齊死啊？你明啊？係啦，係一個國家，阿林國啊咩啊？阿林政府啊 ，then restore back restore back the country 啊？你一樣樣，啪啪啪咁打，你會再嚟我？好多嚟，咩啊？好多嚟咁，日本人嚟。啤啫酒同埋茶，哦，哇！哎呦，好黑啊！飲咩飲？冇咁多。有，哎，加水。好結咗。Slice. These are just part of the gate break. Okay, what? What? Stupid. Oh, yeah, what? Hey. 是你这样吗？我们又见面了。老爷问汤啊，不是水啊，他问汤。Jealous？ 不许你们对大王无礼。我也要汤。我太多了哟，我还得有啊。Give me a one pot of soup 啊 ，nice soup 啊 ，I can finish one person。唔系讲要大大煲啦，系嗰啲普通煲啊。可以唔该啊。哎呦！哇！哇！Guess it. Guess. 两杯汤，我请你。咩唔来啊？你又唔飲，又食嘢，又飲湯，好多湯飲。我有呢、這個，有呢嘅，有冇？我有呢、這個 ，I have coffee。你有冇收嚟試 ？Serious， serious， cat。你有收嚟 B？ 冇，你嚟 B 湯。嗱，我哋有湯。攞湯面倒人，哎呦！你又搞咩咁？冇，唔係我睇過個評價。咩啊？咪即係贏得落嘛 ？online 嘛，你冇把嚟先得嘅。哇！才是这一切的始末，绝不能放过你。哇！Everything you do, bye bye. Enjoy your soup. I'm looking at this now. Chow chow. Because I want to delete it already if it's not my taste.上课开始，哇，黑白无常的。
没眼。点自卑，你这样他好像更受伤了。大王，没事，反正我也习惯了。对对对，习惯了。对了，大王，这是您第一天上任，西方地域的统治者特意前来拜访，已经在殿前等着了，您准备一下接见吧。好的。西方地域的统治者吗？希望不要长得太吓人就好。So, you must be the new lord of Eastern Hell. What a pleasure! 欢迎黑暗之主撒旦大驾光临，本王特备了酒宴，里面请。Lord Yama, it seems like our meeting's been postponed quite a bit. Is it because you've been frightened by your own minions? 什么？ It is understandable, since this hell of a place is scary indeed. How would you like to plot with me against those up there for some benefit? 撒旦大人，本王虽然胆小，却清楚自己的职责。三界平衡，互不相犯，乃是万古之道。本王与阁下也没什么可谈的了。How dare you say that, you scum! Interesting. What a constant principle it is. Let's get going. Why did you stop me there? I could have killed that kid and left the Eastern Hell rudderless. Didn't you ever notice that she's been staring at you the whole time? She must have seen through your scheme. What? No way.The future of hell is gonna be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大王没死吧？妈呀，那个撒旦长得好吓人，还好旁边的小白脸还挺养眼，我一直盯着他才没怯场。哎，大王，您胆子这么小可不行，所以老大王和天庭都希望你能够到人间锻炼一下。父王又要坑他宝贝闺女了吗？总之，我们会给您安排有恶鬼出没的地方，顺便您可以斩妖除魔。要是老大王为了不让您受伤，还给您留了样好东西。哦，难道是？这便是老大王留给您的机甲，恶鬼号。这也太夸张了吧，怎么使用啊？随着战斗进行，这个机甲会不断充能，充能完毕后，大王您就可以释放机甲攻击了。哼哼，那本王就拿这些小鬼来练练手吧。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本王是新任阎王，却因为太胆小被送到人间炼胆了。老白还说这学校有恶鬼出没，可是这学校看着这么太平，怎么像是有鬼的样子啊？啊，有鬼啊！啊，这个女鬼自己在学校游荡，看起来也没有恶意嘛，也不能放任他不管，先把他封印起来再说吧。这个鬼似乎是学校的学生，为何一直在学校游荡？好像有什么不明的目的。嗯，还是在学校里调查一下比较好。说起来，那个女鬼好像想告诉本王什么，不过她只是个低级的女鬼，所以也没办法和本王交流。仔细想想，他好像想拦着本王往这边走。难道这边就是传说中恶鬼出现的地方？前面感觉有好强烈的阴气。啊！好可怕，动不了。啊，你是？刚才的鬼吗？跟他们战斗的话，
你会魂飞魄灭的。可恶，我可是阎王，区区小鬼们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鬼令在此，统统给本王拿下。断魂夺魄，你是遭这些恶鬼毒手的受害者吧？所以你留在学校是因为放心不下学校其他的同学，想要保护他们，没错吧？我是地府的阎王，这里的恶鬼已经被我驱逐，再也无法危害人间了，就让本王亲自为你超度吧。今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施若云，在那儿你会找到的。施乐园？那是什么地方？哦，那是地狱三界之间一个模糊的空间，目前是个三不管地区。据说全世界的神仙妖魔都汇聚于此，也许大王你可以到那儿找到那位少女以及其他来自东西方天上地下的各色伙伴吧。失乐园，鱼龙混杂，纸醉金迷的三不管地区，听起来很有趣呢。大王怎么还没回来？大家好，我是新上任的小阎王，超怕鬼，但是我小时候胆子特别大。哎，小姐，油锅不能随便乱碰啊！小姐，不要随便玩别人的腿呀、啊！直到有一天，阎王老儿交出生死簿。门外吵架，老孙俺老孙开了你的阎王殿。小孩子。生死簿在这里，求你出手。那俺可就随便改了。是，不好了，小姐尿裤子了。结果老白居然安排本王和那个毛脸雷公去凡界炼丹。如果让本王瞧见了那个死猴子，本王非得……哎，非得什么？你躲着俺干什么？你长得太吓人了。阎王还这么胆小，算了，别耽误俺的正事就行。那我们的目标是……是你们，大王。这是俺当年的老军师，俺当年擅改了他的年龄，害得他猴不猴妖不妖，一直在此祸害人间。今日俺来就是给他一个解脱。你怎么加入队伍？哇，我的肌肉感觉哇，战斗开始。老孙一棒！
目标锁定，开始狙击。接招！现在才来，完了！不好意思啊，看你下不去手，本王就亲自出手了。没关系，俺确实下不去手。走吧。喂，你该不会让我一个小公举办这个后婚吧？几千年的老神仙了，还小公举？拿过来吧。还有，谢谢你。仔细看看，对一个毛脸雷公而言，你长得还挺帅的。嗯，谁是毛脸雷公？哇哇，拜拜，今天就到此结束啦。